参加华商会议的中华民国代表团一行28人，由团长汪竹一率领，在台北时间昨天清晨4点抵达洛杉矶。同期抵达的有日本代表团的第二期人员16人，由团长日本华商总会理事长薛本贵率领，另外还有菲律宾、高棉、辽国的代表。他们到达机场的时候，曾经受到侨委会副委员长何一武、侨领黄仁俊、大会召集人刘时谦等人的热烈欢迎。